有粉丝啊，让我出一期这个蛋仔派对的通用礼包兑换码，今天我就来出一期啊，一共有四个，小朋友你们记好了，来吧，通用礼包兑换码，怎么兑换呢？首先点这个礼包兑换这里啊，然后呢，第一个，来第一个兑换码是多少？你要先点，你如果英文的话要先点这个，那就都是英文了，来第一个，都是英文的是吧？然后看一下第一个是啥，有这么长吗？第一个就这个哦，看仔细了小伙伴们，好，兑换成功，第一个我们去看一下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二十个纤维啊，二十个纤维，二十个纤维也不错了对吧？对，还可以买。来我们来第二个，总共有四个是吧？嗯，好，小伙伴们看好啊，记好了，拿个笔记一下。第二个兑换码，兑换码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们看好了啊，并用笔把它记下来。来不及。好，第二个兑换码兑换成功，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。啊，也是二十个。二十个，这个是有啥用的？这个？这个啊。商城里可以买东西的。可以买东西是吧？那也不错的。好，来，好，先这个先别动。好的。来，我们还有两个哈，总共有四个兑换码，小伙伴们啊，来，继续拿笔记好了啊。第三个兑换码，看好了，兑换码在这个位置啊，你们看好啊。那小霞同学在输，看好啊。第三个兑换码，来，好了 ，OK。鸡蛋鸭蛋荷包蛋。鸡蛋鸭蛋荷包蛋，兑换成功。来看一下这个是啥。二十个，也是二十个，多少？三个二十个了是吧？好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字很简单，没人能打出来。来，小伙伴们记好啊，最后一个，记好了，有四个通用兑换码，兑换码在这里啊，好，马上就好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个也兑换成功。哎，不错，来看一下礼包是什么，你已经领掉了，应该已经领掉了，刚才是兑换成功的对吧？也是二十个，400个什么？400根瓶盖。哦，那也不错啊，是不是啊？瓶盖没啥用，很 nice 啦。 nice。小朋友们，没有兑换的赶紧去兑换，以后有什么兑换码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们的。最后小朋友能不能帮我点个喜欢心的加号呀？